抗衡，应战，抗衡，应战，引领乡亲，南北同心，引领乡亲，南北同心。为着宣传反核的观念，立委李应元伫斗六市重要南北通道路、分林路以及大学路的路口设置大型的看板，希望更加侪人来支持因的观念。核四公投门槛50%的投票率，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它是一场硬战，就派遣的战。但虽然是一场硬战，因为是应该要做的代志，所以咱全面要应对。反核的观念已经得到真侪民众的支持，不过公投要过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。这次行动包括县议员以及县内真侪乡亲，拢来表达反核的观念。这应该是咱全民的一个运动吼，所以可能这个公投的门槛真的很高吼，所以我想咱的妈妈啦、欧巴桑啦，个人爱参与这个活动。所以讲，咱有两万代子孙的，咱共同努力。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强力打拼，坚决反对核四。俗语讲，唔惊一万，只惊万一。连日本这么先进的国家，拢无法带来抵抗天灾造成的核灾。为着后代子孙设想，希望更加侪人来支持反核。日本会使讲非常严格一个国家，伊就发生这个核爆炸吼，何况讲咱台湾吼，爱有一个制定一个好的政策，核四。核能厂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。有百万分林乡亲在台北，迄拢是咱兄弟、咱的姊妹、咱的爸母，所以咱做伙爱来顾着北部这乡亲，一百万的乡亲，咱做伙来听受。为了宣传反核的理念，立委李应元结合真侪民间社团，伫县内庙口砖头举办座谈会，除了说明和民众了解核灾的恐怖，嘛还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土地家园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